内膜居然一点都没有破，实在太厉害了，看得我手痒痒的，我也来挑战一下。妈妈刚买的新鸡蛋我全部拿走了，觉得我这次挑战会成功的就扣棒棒，如果觉得不成功的就扣太菜了。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，先来两个鸡蛋对敲一下。哎，看到吗？看到这一条裂缝吗？来了来了，屏住呼吸。哇，可以，哇塞，嗯啊，这里裂开了。嗯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失败了，没事，咱们继续努力。把我的半成品先放着，再来一个，这回用夹子敲，我要像啄木鸟一样。哇，奶油又露出来了。啊，我的天哪，真的露出来了。没事，我鸡蛋多的是。这回换个夹子。啊，要破了。啊，我还没发力它就破了。勇敢喵喵不怕困难，咱们继续，给我点个赞。我要聚集一下你们的能量，向第四个进发。好了好了，不敢敲了。我好像看到又破了啊！我的天哪，播了这么多还是破了，这一个算是我播的最成功的一个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挑战播生鸡蛋呢？不就是自己难为自己？这么多鸡蛋，有了，给小高加个餐。小高，嗯，要不要吃鸡蛋？要，必须吃，慢慢吃。非常嫩滑，还是继续努力播吧。我眼睛都快模糊了，太精细了。轻轻敲打，我竟然敲裂了，不是抠裂的。究竟怎么回事呢？是鸡蛋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？有没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？小高，继续吃，不要停。怎么有这么多鸡蛋？不就是包个鸡蛋吗？不成功不罢休。谁呀？哎，小高，你干嘛？我帮你包鸡蛋了，已经包好了。哇塞，软软的。真的包出来了，哇，这个鸡蛋好软呢，看一下能不能弹起来。哇哇，像个月亮一样红红通通的。哇，真是太神奇了，小高你好厉害哦。我拿去给小爱看一下。喵姐也太年轻了，这个挑战怎么可能成功？事实是，原来喵姐在挑战生包鸡蛋，完了完了，我可不想再吃鸡蛋。咦，有了，拿出妈妈做好的醋包鸡蛋，借用一个。小伙伴，你们知道哪位博主挑战成功呢？评论区艾特我，让我去看看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赞，还有关注。喵耶！